其实我们好粗皮样记嘅，因为爱吃家就东西咋，每想记着按过台呀，故作粗皮了。都行李箱，很罕做的。都行李箱，而且他还是随身行李的，是有魔力。哎，好，动静嘛，事情。哎，唔讲你冲凉就会讲到坐鼻鼾，佮就会出气高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甜，非常的强说。唔过公司才发虽然从未按到摆鼻鼾机，还会讲到佮乱流啊，堵多一发，还会有就会出强出强的会紧张。唔过每次都因为 LED。天荡不难懂得的事情，就懂哪些温酸，也没限你去搞出贵些高，去搞会承担个风险啦。哎，去搞太搞。我有心理准备，没错。我有心理准备。你会出去搞，你就会有暗用的，开始有风险，还有用心，够险啊！哎，没错。心态了解风险嘛，你讲用烟流多甜蛋糕，因为你平常是有百事情做甜口，人家吃的哦，这个都在第一鼻梁肌松，看到懂得，毛孔应该干净，讲什么呀？看到口部，毛孔应该干净，跟毛爹的，我背了。底啊，都有的。跟还有，感知到最后的手枪，这家是一个调的，一点到比来比比比上比。他有跟很多强调他冲团。强调。所以两位讲到比啊，炒比行机。跟唔用你自家啲嘅比啊，又唔用年都嘅。可以啦。你喺讲唔会比，我就觉得你可以那个了。就当是什么什么电影人物一样，就一款意思，需要看医生的，知道？我讲真讲真啊，非常的讲抽鼻氧机，因为给鼻氧机哦，有上次没有刚讲我冰上冰下呀，跟轮流的时间啦，那就开始数啊脚啊，全部都进出汗进出汗。各位有上次哎，大家没有看天，你还没有进出汗，还没有进出汗，你还没有鼻氧机唱歌，各位。我家講話嘅哦，睇下我看天一樣，看天一樣，有冇辦法真見認真看？因為佢有上時嘅戴嘅耳機啊，嗱我只會戴一機，然後一機呢就開始彈旁邊嘅。咩？一機係只那種環繞，跟人頭頂唱，跟人唱要嘅，冇啦。你上時會有嗰種 style 啊，一種嘅，佢就戴一機過去同彈旁邊嘅嗓音，過去看嘅空姐啊，有沒有很慌張？有沒有有冇發生乜嘅事情？跟看有上時可以坐嘅窗户旁邊嘅時間，就要看嘅 notebook 嘅 engine 啊，係沒有好好嘅運作。有时间安静，某准 ，VD 天荡个时间，天荡，真厉害，不会去给他偏分啦。对啊，真厉害。不过还有上色做的十九个发，以后拿酒来这么十九封就怕不藏不住来，一淋淋都盲睇就算嘞，见分眼咩唔怕嘞。很辛苦，就跌落去五镜桶嘞哈。哎真哎，没有分开那个时间，有一排个空姐就拿个纯个班官就装啊松本色，因为拿呛倒摆诶，给突然呛翻嘞，太麻烦嘞。真紧。T 拜读到乱流，是读到乱流。那读好爱错的鼻氧机是爱去马来西亚的马洪，跟用是读好马洪跌下来，有新闻就唔见睇咧嘅，跟就开始马航失踪案件，失踪事件。所以这摆我就第爱去吉隆坡的啊卢洪，卢洪，卢洪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所以就我就动印种心中心肝度就动。讲起讲唔见得。嘿，度好我做当含有红酒鼻，我就想讲，那唔系个萧敬腾嘅王菲嘅 T 激发，摇晃的红酒杯，尴尬的部分。这个就看你出身，看你有买人家牌。总算等到会起步的时间，去突然广播讲，哦，今日半季起效台的。哇，都是 B M P T 怪度诶。嘿，结果吼，两下吼，依照那个班机舱等吼，依序下机。哎呦，搞到首先哦，系头等舱感染他吼，直接优先下架，赶快吼全舰动火呢。走，也可以去看。别呆吧。伊可是躺到起吊台的时阵，他们竟然把人行动跳路啊，所以心情动紧张啊。我记得按照阶级划分，是哎呦，觉得有尊重哦，有尊重。他们金的太阳，他们补贴你嘛个该那个贝朗基地堡都会参券啊，五十千的哦。韩国哦，因为该时间是按部跳嘞，所以他免费送你一家这种五星级的酒店。哎，给经济舱讲有。哎，经济舱美就我记得是三星级。三星级。韩国五星级是二三二件哦，
后面经济舱是两三日间，韩国一零两班几多换点地嘛？哎，你台湾电厂吼赚差了一撮，伊对我还有面子，面来贡差沙丁鱼。你是那种家常旅车吗？有搞错？还有个司机，还有喂，某满欧巴，有欧巴哎，我完全就感受到那种台湾电厂不能住床感觉。没，我跟你讲，打从前在头前还挂一种胸片的。其实好蛮好耍飞机船，不过有一摆癌症颜色都英雄动乘客的飞机船，迄动 T P 的，迄间公司。帝王餐。冇讲。帝王餐跟飞机船，我看蛮熟。那颜色的。冇，共动电影。里面的英雄动乘客唔系动电影嘅，系真嘅系有米有鲜啦。当时呢，我就去嘅高中时，我去米柜扭欧两嘅片交流，嘅因为我去米柜啊，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冇讲咧。嘅飞机船其实几位看我，你要去哪？基本上嘅飞机船就会同嘅啲素，冇错，国家嘅文化还有特色有关系。我喺几摆才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佮平常时佮飞机船唔系翻桌面嘛，佮公司呢有几摆挨拿到位就佮就本来一包黏黏的东西，完全看唔出了一包东西。海豹哦 ，hamburger， 海豹，你今夜怕干面吗？不要，你我了，你可以走的。海豹，你只要打开，哎呦，又捏盘，都好个凶法嘞，都好聪明。其实爱说抽鼻痒机吼，最 tip 就系你做的料计都给。国家嘅文化，嘿，古时候像爱生那一种，爱吃到最后是给别人去传，爱吃到还是长荣航空跟华航，真的，那因为是台湾味的那种飞机餐，古时候你真是，黑公你坐过东都会欧足会航空会发，你真就说好怀念那个长荣跟华航那个飞机餐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因为你会吃到，哎，给 Q 咪某 Q 用会发，你吃下真唔习习惯。其实到台下都摸。他那种 GIF 也很常飞欧洲什么航空。哦，谢谢啦。他比较，我也没有那个头等舱系列。好，我是经济舱系列。总等比如这边红鲜呐，虽然他们穿你阿祖红鲜，黑色一条翻啊面啊，用基本他接拳的什么嘛，很薄。嘿，这边色咧，嘿，最近就很薄，很多牛肉排。哦，哎，好胖，哎，错，其实就差不多一样嘅食品，啊，不过哎，看就是冻，皮豆干就冻熊，看佮用味错冻好食啦，系啊，啊就食，哎，食个嗯 ，Q 干唔系讲冻好样嘅啊，吼，啊不过，嘿，就系哈早地位，所以讲比起你平常时食嘅甜都，比上几当红，嘿，这个冷气吹向度嘅早睇有咩，即老人家一百年食嘅比起来吼，真件就错讲有差，不过系错讲咩真件冻特别，米中南米族嘅比较红鲜，一般来讲。他是会比到 GVP， 因为基隆是黑 MVP 表演的管天，这样 GVP 还用食到，没错，就懂 TPI 体验，体验明白，就是是买一个体验啦，不是说我今天没买哦，哎，基隆是筹备给你们事情。哦，你也想不一当机哦，该空姐哦，他是一对一的服务，就衣服在你，然后他就要用哭哈咯哟 ，OK， 哦，张先生，请问你要吃什么呢？哎呦，该上镜就冇穷用呢哦。韩国基本不应该笑笑的那种毛巾啊，先你出一下手啊。韩国该下讲啊嘛，该。要尿吗 ？You， 然后讲请进去。真给。嘿，伊都该贵宾室的地位多，他有那个券是免费按摩券，因为那几多种是那几多种。韩国刚刚讲挑级哦，唔是。一摸寒凉，你有十几多，就是挑不腻。还有一次挑好几只杯给你，还有唔讲一选。然后还有该围了，哎呦，180度起在，哎呦，我在甩哈，180度，跟我的那个扁平足恐龙偏地，真的很舒服。韩国应该围脚可以这样子动哦。就秋水强了，不是你好，不会打扰到别人。他讲哦，还哦，他动动不死天的东西。别人讲吼，该充电不死天。韩国 WiFi 这么寒哟，马盖可以拿回去啊，各种拿回家。韩国给 WiFi 哦，给不一浪地挡过，天空挡过，你走得了爸爸妈妈视讯报案。还是新加坡、航空经济舱就有 WiFi 免费使用。哦，几千，谢谢。
去省都满爱就对诶。其实啊，咱讲来回个时间一天要避开个五六日加三日，就讲个了你个时间会较贵。还有那个一张我下载有一张很多软体很多 sky scanner， 就在随时扫描改个家私。然后讲真，你因为其他有上时吼，一点钟了，喊一点钟，可能会变动，会有一系列检查。佮还有爱吃个可以感觉，爱有吃到有一摆。诶，按步调买，半夜人去溜机票，然后折损嘅机票，加斯本咩物冇重要。古说半夜买可能会较便宜，因为有一班人就去买嘅菲律宾嘅机票啊，按步调系比香港啊坐嘅新羽航空5600块，天津嘅折损可能系10000块，可能没有可能够便宜，没有可能便宜你不会买睇咧，没有可能。古说嘅一时间嘅检查，没有系要检查嘅。有上台上工，有班。